离得远吗？远吗？我先去借个充电宝。多借一个呗。我不知道美团能不能借俩，怪兽能借。你看一下。小刘，我要吃个菠萝饭啊，小刘。已经写了。好的。还有什么？我在想，吃点这两天没吃的呗。那来个油炸排骨喽。不好吃。你确定？都还没吃的，你就说不好吃了？就干煸的。哦，那来个黄焖鸡。点了一个干白鸡。然后。野菜煎蛋吧。可以。好吧，野菜煎蛋。我们看一下要吃啥呀？都点了啥呀？干白鸡、柠檬干巴、干贝洋芋、傣家酸菜、柠檬干巴。菠萝饭、酸笋、炒牛肉、野菜、炒蛋，然后再点点啥？哎，你尝一下它那个风花雪月，真的可以。啤酒啊？啤酒。味道好好喝，我以前喝过，我不喝。天天骗我喝啤酒吧，姐，我到过两天又肚子又喝大了，我又回去天天哭哭猛便。你是怎么做到又瘦又壮的？我明天都怎么说呢？又瘦又壮应该怎么去形容呢？应该有练嘛，练了就壮，穿衣服就会显，穿衣服就显。显瘦，脱了衣服就显肉嘛。现在发个朋友圈臭美。旁边的是吴亦凡吗？对啊，旁边是吴亦凡。啊？我不塌你了。回归就回归。擦边就擦边。